也是所有局处里面我们的退休同仁哦回来最多的地方。我特别要谢谢过去我们的张处长、王处长他们建立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。那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团体，包括我们不动产相关的一个这个协会啦、工会啦，或者我们这个租赁住宅，或者我们地震相关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民意团体，大家的一个支持才能够让我们的业务这么的好。再次的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今天呢，邮政事务所他们办的这个相关的闯关活动，大家都可以来走一走。那等一下在11点，我们回到现场来做相关的摸彩。那这个时间你可以闯关，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建县300的国老金奖七个奖项的一个表扬。再次的恭喜大家，也谢谢大家对于我们业务的一个用心跟努力。那最后呢，我想千言万语还是谢谢蔡处长所带领的团队，那大家对于我们县政的一个支持跟努力，那一起努力让彰化。第三名是联勤地震事务所代表一个人，陈义宏蔡主任。我跟处长一起合照嘛，合照，处长一起合照。第二名是园林地震事务所陈义宏蔡主任。好，第三名是北斗地震事务所代表领奖是詹长荣主任。恭喜我们县长，恭喜我们县所有的媒体主动发布新闻，提升地震业务新闻的曝光率。恭喜以上三个单位：地震事务所薛忠正先生，园林地震事务所陈立珍小姐，北斗地震事务所有无名人校长是县民。恭喜以上获奖人，来看啦，看是陈义宏副主任，来掌声加欢呼声，欢呼耶。第二名，第二名是彰化地震事务所举报的飞行的林静，代表领奖是林俊群林主任。好，我们一起掌声。好，恭喜上得奖单位，恭喜下边的单位，赞。